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Not sure what hope to find it soon. Not trying to complain, but I could use a change. I've risked it all, I played it safe. But it don't matter, the outcome stays the same. Nothing lost, nothing gained. I could just use a change. 帮你梳头发。 OK， 但是我刚刚梳过了。真的。哦。我可以说我不认识你吗？ 来到香港的第几天啊？第三天。我们前两天刚从巴厘岛回来，我们参加朋友的婚礼嘛。然后呢，我们两个的肠胃都没有 react 的非常好。我胃痛，他消化不良，然后我们俩就每天轮流的在拉肚子。<笑>今天的行程还没有规划好，但是我们等一下要先去做那个 mandatory 的 PCR， 然后呢，我们就要来规划一下，因为他有一个 list， 就是有。 很多他想要吃的东西，全部都是航空咖啡，那不是一样吗？<笑>我看你要去哪一个地方，我可以去不一样的航空咖啡。啊，然后我跟你说，我的肠胃从落地香港开始，忽然之间就好了，我的胃就不痛了。你昨天不是还在痛？昨天是肠子痛，之前是胃痛，那不一样，应该在上面，应该在下面。OK， 嗯，不准就要去。嗯。 然后我们昨天去 National Geographic 购物，然后他买了这件 T 恤跟这件这个帽子，他好喜欢这个 brand，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的政策变了嘛，然后呢？ 我们就在不断的登入各式各样的系统，然后下载各式各样的文件。然后因为伊恩是外国人，所以他刚刚就在弄那个安心出行。他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所以现在里面是没有东西 ，no record，no record， 但是呢。What？ 还不是 amber 还是 blue 哎。 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明天早上9点钟之后就可以就是自由的出入餐厅啊什么的，<笑>但就是整个过程非常的匪夷所思，非常的 confusing， 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令人困惑的过程。Yeah。我刚刚出去 shopping 了一下，然后现在回家。他今天非常的想要吃什么？ 粥，哦，你给的酒力还没了吧？太好，还没了吧？然后我还点了我最喜欢的炸两肠粉。This is mine, this is yours. 粥，一锅。粥，这是我们的粥。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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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粥。嗯，嗯，粥。 I'm so excited to eat outside. Yeah, 明天我们就可以出去吃饭。我们还不能出去吃饭。嗯，好吃。不要发出那么大声。你这次来香港还有什么很想要吃的东西吗 ？Yeah, I will give you my list. 这次来香港，我要吃什么呢？我要吃……哦，你的好好吃哦 ！It's good, right? Yeah.
Star Cafe Capital Cafe 我们上次吃过了，但我可以再吃一遍。Sun King Yuan Curry Restaurant Curry 哦、oh, Sun King Yuan 新景园，新景园。This is so low. The rating so low. It's not about the rating. It's about the history. And how do you know this place? 这个。Oh, 我还没有说 West 靠龙想吃的东西。我们现在呢要去上 Contemporary。你有跟我一起上过 Contemp 吗？没有。第一次啊，我完全没有上过 contempt。 真的啊，我已经哄骗了你是第三个人跟我一起去上 contempt 了。그러진방침대에누워핸드폰만보면또하루를보내오늘같은날산책이라도다녀올까 But I feel so lazy Yeah I'm home alone all day And I got no more songs left to play I got so many questions 오랜만이야라는말도못한채 Are you fine fine 이란말만때문에너가잘지내고있는거나알아그냥그목소리가듣고싶은거를어떻게 I say I miss you but 그건나의실수너와다시친구가我们刚上完课回来了，伊恩，你的感觉怎么样？I want to incorporate the stretch routine into my daily life. 我总共带了三个 beginner 的朋友去上这堂课，然后今天伊恩特别的不幸，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这个老师他是有就是一些歌的 choreo 这样，但是因为他说他就是最近没有什么 feel， 所以今天上的是一堂比较稍微 technical 的算是技巧课吧。那我觉得其实对初学者来说，就是今天这堂课是真的蛮难的，因为连我就是之前有在上课的，我都觉得就是哇。Challenging， 今天没有什么吃东西，所以现在来煮个辛拉面，还有饺子。男朋友好不容易来香港，就我煮给他什么辛拉面。Never thought that you could be standing there so close to me.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but I'm defeated. 反正是你的柳橙汁，这是我的。Cheers. 在开始吃饭之前呢，我们要先谢谢这支影片的 sponsor。Surfshark VPN。它的中文叫做什么呢 ？Surfshark VPN。不是，它叫做冲浪鲨鱼。像我们前阵子去巴厘岛嘛，那我们就是一个就是跨国的旅行，非常的难得。那 Surfshark 它有几个优点，首先是它可以保护你在网络上面的安全吧。它们有个功能叫做 Surfshark Alert， 如果有些坏人想要在网络上面就是攻击你的话，它就会提前让你知道。例如说你要订酒店、订机票，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线上交易的嘛，用 VPN 它就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个人资料。另外一个优点，它就是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让你无国界的看你想要看的内容。现在慢慢的大家都可以开始旅行了，你就不用担心像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他们这种串流平台会有地域的限制来停止你追剧的那个热情。现在只要使用我的 promo codeClumsy， 你就可以得到 83% off 外加三个月免费。然后另外呢，它同一个账号可以在很多个不同的 device 上面使用。那我会把所有资讯都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辛拉面快要糊掉了，已经糊掉了。好，我们赶快洗吧。你家几点要开会？15分钟。Oh no。Trop cool, j'adore. Qui vient de chez Zalando Seconde Main. Et mes bottes qui sont. 这两天 Ian 的过敏真的是
严重到一个不行。我已经尝试过扫地板啊、吸地板，然后床单、枕头套，然后全部都洗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一直疯狂的鼻敏感啊。Like I feel so bad 我发现它这次来会就是喜欢香港多一点，结果香港让它就是疯狂的过敏因为我今天还是有比较多事情要去公司，所以我们就约了可能晚上在一起吃饭。自从Ian来了之后，我每天都可以大概7点钟就自然醒，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明明我睡觉时间没有到差那么多。This is absolutely like the kind of look that I. On l'a acheté à pas très cher. C'est une petite veste de court-circuit. J'ai un petit t-shirt bape et puis c'est tout pour partir de petite paire. Ian 这次来香港应该会待个3个礼拜的时间吧。然后其实本来一开始当然是就很开心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上次去美国的时候一样，就是我们两个不是说两个人一起去放假，而是我去美国的时候他还是要上班，然后他来香港的时候我还是要上班。当然我有安排说可能哪几天我要就是请假，然后一起出去玩什么的，可是就没有办法3个礼拜天天都这样子嘛，所以就一方面觉得有点对不起他，然后一方面就是我对自己工作上面又会有点焦虑，这样可能有一些我之前就是剪片的时间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间现在就会拿来陪他， which I think it's worth it。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需要一点时间去调试的一件事情。像我是可能在规划自己生活上面会有就是一些自己的步调的，然后当这个步调有被打乱的时候，我就会不知所措，然后会很烦躁。今天呢，我们就达成共识，就是他呢就自己去香港就是 explore， 然后我今天就是专心的把工作弄完，然后晚上一起吃晚餐。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一定还是需要，可能我是完全不用担心工作的状况下面，然后一起生活一阵子。不然的话，我觉得真的好像很难 get 到，就是未来会怎么样。就是旅行毕竟是旅行，但是真的要生活在一起的那个默契跟节奏，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新的一天，哎呦，喂，嘿。第一次体会到人家就是下班之后要赶着去 date 的感觉。看你一人第一次在香港逛超市，外面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马尼布特巴克卡吉库姆卡吉，卡斯尤恩咖啡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나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 Rhythm 에맡겨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분위기를타꼭날아가지못한곳을데려가줘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을몰라
今天他们要来拍摄。哎，这不是电脑，是猫。好复杂。Last stop, you get a home run.